然后，周末服务员粤旅龙门，哇，是可以蛮帅的耶，其实，我想想这个，这最大重点就是它有一个粤语龙岩的一个框框。所以我这节标题可能会讲这个。哦，最近怎么这么多鲤鱼啊？这个怎么这么爱出啊？这个真的很吵哎，时间抽好了啦。草皮呀、啊，中了吗？哦吼，结果中雨丝，是在哭你？就不想要雨丝没？哎、欸，但我这边有雷包可以讲啊，这个其实也可以看一下。这个瑶是新角色吗？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哎 欸，他真的很像新角色哎、欸，我猜猜。哇，来，百褶何处来啊？然后雨神嘛何处来啊吗？哇，我梦寐以求的百褶会当主练啊。安尼先爱搞迄个三分解啊，我不管啊，我其实是偏心狗啊，看到自己喜欢的就赶快那个的，没在五四三的，那我这边教你们怎么把它分解掉。原则上我们只能放五只，好，那也代表说你一定要分解掉，你要把三神分解掉。那这边教你怎么把它分解，来重生，把它回退，哦，把它退掉，啊，为什么啊？三星不要，哎，为什么现在不能重生，还要花重生点？屁啦，现在重生要仙玉哦，官方没有在这样子的啦。为什么之前就免费？官方这样不行哦。他之前真的免费。现在还要再花仙玉的，啊，我也没差啊，仙玉这么好赚，仙玉不是一定要氪仙玉这边就有了，你看，这是为什么他现在可以这么佛心的地方。好玩吧？就跟你说，哎呀，玩到停不下来了。